Rosita 炼煤。时间可以说是人类老化的最大主要原因。要如何抗拒光阴的摧残，留住脸上的青春，可以说是众人迫切亟待解决的问题。Rosita 炼煤融合了仙人掌果实、针叶樱桃、蔓越莓和玫瑰的珍贵成分，保存了人体不可或缺的天然植物营养素及抗氧化剂，不刺激，不含咖啡因，在提升免疫力的同时也可以预防器官老化，包括骨质疏松症，也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和关节。最重要的是，炼煤可以让身体产生所需要的胶原蛋白，从而达到维持肌肤弹性与光泽。这是因为炼煤里头所含有的抗氧化剂含量很高，像仙人掌果实，它的抗氧化能力就比维生素 C 高出7倍，能促进肌肤细胞再生，增强肌肤的柔软度，具有加速伤口愈合、防止皮肤干燥、减少皱纹、提升自身制造胶原蛋白等神奇的功效。炼煤里所含有的针叶樱桃、蔓越莓和玫瑰花具有保护胃黏膜、增强免疫力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、帮助伤口愈合以及组织生长、调整内分泌失调，可以改善体质，有助于减肥。最珍贵的是可去除皮肤上的黑斑，令皮肤嫩白自然，防止皱纹，维持肌肤年轻健康，延缓岁月的脚步。炼煤是女性朋友的圣品，长期食用可以让您拥有水当当亮丽的皮肤，消除皱纹，恒久保持青春。炼煤也可以帮助孩童预防感冒，提高免疫力，抗过敏，增强抗炎能力，促进铁和钙的吸收，有利于生长发育。现在的男性朋友每天在外工作，不是面对阳光的暴晒，就是处在空调的环境当中，长时间面对电脑的辐射，炼煤可以减缓因此引发的心血管疾病以及失眠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保护眼睛。其实老年人也很需要炼煤，因为它可以帮助消除水肿，提高免疫力，调低血压，缓冲贫血，还可以预防记忆力下降。